大家欢迎，刚刚是刚刚咱表演了袂歹哦。想要跟我约会，来当变作是表演的。咱后一届咱们表演啥？白雪公主变啥了？后一届演出三个人，咱俩就是这个。他已经被诅咒了，你袂当做伙。那我叫可笨啊！有话我讲，你给我放开啊！我死！我！爹！我杨副团长，叫高丽回去啊！我随时来去。你走不去，今日我会放开。走不去啦，是你。我一定伫舞台下骹摕炸药啊！恁若是想要逃过一劫，除非你会飞啊！喂，少强呢？阿哥阿哥，阮伫舞台下面只发生炸弹，对方是伫今日才开始离的呢。我咧牵连着这么侪无辜的人性命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想要甲恁耍一个游戏。一人开一枪，若是我配合，这个病院马上就会爆炸。来，请好我来。太太啊！爸，这是我天长要开。爸，你别嘞！什么人敢破坏规矩？我若炸弹爆炸，让所有人做伙死。爸，千万万，好吧。你想看卖，是你开枪紧，还是我下炸弹爆炸较紧？这个枪子，你是要带在叶志成心中，还是你要把你吞落去？你家己紧，但无，今一直伫个遮死鬼片。亚慧，志成，你现在我迄时阵我就是护理师，我甲病人看了比啥物搁较重要。今仔日，我袂当目睭紧紧。看病发生这种悲剧，不不不，代志不一定要牺牲你，照头解决。情绪下来，你莫做戆代志哦。我确实真戆，为着欺负人，我拢愿意保护啊。我为着我家己的红尘，牺牲性命，还算啥？亚慧，你真正莫安尼做，敢不你真要来做，莫好坐到老来哦。爸，拄到今日这种情形。不管是你、我，也是志成，都一定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别人，因为咱不敢看到别人牺牲性命。今日今日，枪在我的手里，
就请你替着我选择。志成，我走以后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好好安排你的人生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袂当互相出逍遥法官，啊，那么我都白白牺牲啊。大家干嘛就看看？姐，娘，三，上台无法连续第一名，你唔当袂记哩啊！哈，是嘞是嘞，袂搞是嘞，搞伊收转去啊！今唔讲就无机会，台湾妈，我靠大姐，靠白色，好死的，再靠几个段。好了，别个控制啊！来，紧紧，第三批，紧紧紧。阿辉上来病院时阵，已经老真一回啊！伊当面甲手术完成就走啊！真实嘞，我已经尽力啊！上一包的所在，一定要看伊啊！志哥，那你们看杨辉？没，你侬夹没夹到？准认着咱甲我的查某囝，也会是我的查某囝。我袂家己，甲伊做倒转去。啊！你拄则毋是好好咧甲我讲话？想做变安尼，啊？静哥，咱来接受，接受。
爷啊，我会用后半世人来接受。姚爷，爸带你来回来吼，你也对我调哦。也对我调啊！金哥，阿你安尼，我要清醒，不要回转来。亚伟，咱走。出事的第一天，爸是头一个玻璃的人。我叫你等一下，爸会带你回来。今晚，爸就带你回来。志成。也会有交代，叫你爱改母阿囝阿囝，好好啊活落去。查甫人唔通互母阿囝失望，知影？我跟你上得来的话，我们悲伤，我们悲伤，为我们轻轻的唱，轻轻的唱，让我们幸福成长。你的爱像月光，那么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我无你在身躯边，你一定感觉足寂寞的，就没关系的对吧？爸爸嘛跟你同款，你的心情我拢了解。德生公，你无穿七十三，伫咧我心目中，你永远嘛是我的守护骑士。其实爸啥物拢唔惊，上惊就是哦，你是只鬼也无用哦。所以这世人哦，我得守你身躯边，做你的骑士，没有你有人欺负。是爸唔对，爸无甲你保护好，害你互伤害，连囡仔嘛对你无起。爸袂原谅伤害你个，我绝对袂。因欠咱爸仔囝啥，我一定爱伊还。